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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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一点，好吧？一点给我。
家里，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，有奶奶，有女儿，
我肚子饿了。你现在肚子饿了？哎。哦，好。我想问他要吃什么。我泡牛奶给你喝好不好？我要问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去吃饭。现在晚上嘞，七点多了，快八点了。快八点，我就是要问他们。对。有没有地方吃饭？有啊，外面很多地方吃饭啊。哎。可是你没办法去外面吃啊。这我就是问问他们，他有办法，做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我现在我不知道吃什么，我要问问他们要吃什么，在什么地方吃。普通都在家里吃啊。在就是要问问他们能不能出去，在外边吃。现在不要去外面，外面很冷。哦。对。我就是要问问他们。你下午奶奶有来呀？对，我就问问他们，也许是，明天，是或者是什么时间去吃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家都吃过了。嗯。对，晚餐都吃过了。我没有意思。我要问问他们。问问他们，那你要打电话哦。我们家里人，你们家里的人现在不在这儿，打电话。哎，打电话可以。我打电话，他，我打手机给你听哦。好。
你呀、啊，帮你贴这个哦。你看过来，我要贴这个。哦。要贴这贴这个贴布。贴布。翻过来。现在不贴会不行。啊，行了，你翻过去，我帮你。好了没有？还没，还没好哎，不好弄啊，都粘在手上哎。你等一下哦。啊。可以了，然后要抓那边啊，抓那边，身体翻一下，翻一下身体，好吧？手要抓那边了，我妈妈说听到没有？那边有一个栏杆，我们抓着栏杆，好吧？嗯，那边有栏杆，我们要抓着栏杆，好吧？
爷，啊，手机给你听，大声，好喂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喂，我现在听到了，哦，你是阿威啊，我给肚子饿了，想吃饭，我要问问，我在什么时间，或者是明天，或者是几点钟，要或者你来，我是要吃饭，要怎么个吃法？好，你说什么时间找我？十点半，明天早上十点半。好，哦，那就是明天十点半，你来找我。好，现在睡觉。好，再见。啊，明天十点半啊！你好棒哦，好棒哦！明天十点半他来找我。好，他十点半找你。哦，谢谢。谢谢你帮我忙。好，你有手表。好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明天十点哦。好。好，你有手表哦，明天十点。好。我再提醒你哦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现在睡觉啊。好。好。
收了。来，我们收包去了。嗯，免得拉到那个了，啊，好不好？手放进去，手放进去啊。然后我们把脚垫起来。
Oh.